要赢啊，想尽一切帮我们办吧。那今天我赢到底，你有这样的决心吗？我有，我要躲开那朵乌云。那你单身吧。我怎么样？我平常比较喜欢爱好相亲这个事情。啊，真的？对，很简单啊。哦，没有啊。你在开车了，都要拔下来了。爱就要大声说出来。你评价一下哦，这次来的两个嘉宾。刚才一轮节目，我觉得要去评，就是评估的去了解的话，我觉得太少了，因为依然姐太早就被 out 了。嗯，所以你很快就过去陪她。对，确实是很贴心的举动。对，我要去。如果你答案被淘汰，我就立刻也自己淘汰。你是个多余的，我是一个多余的人。生活我也来管钱，来，那位教练。耶，谢谢。谢谢陈哥叔叔，这是我的今年的礼物。压岁钱，压岁钱，谢谢，压岁钱。耶，全让我把它放在我的小书包里。